金瓜在21，金瓜卡在这个价格，为什么？金瓜现在大概21啊，20.5啊，珠宝嘞，两个都看一下好了，不然你一天只看一个很无聊啊。那珠宝现在大概是36亿的价格，哦，36.8，38吧。哎，今天遇到藤辉，今天遇到藤辉。知不觉的天都亮，中秋节嘛，所以中秋节的商品先讲好了。那可是不是下礼拜吗？怎么这礼拜就在出啊？精彩啊！我觉得我要给大家看我卖的价格诶。说不定有人觉得说我的比较不错，就会买我的这样子。哼哼，越南韩元冷血，哇，这个超贵啊，1690。哦，但是如果你家摆这个，真的是很帅。啊，对哦，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去别人的家好了。对，啊，我是希望他们开始摆装饰品的啦，因为你看这个戏开始在出装饰品。要不然我们下一集就开始去人家的别人的家好了。哎，月圆人团圆都是，只能放一个哎。月圆人，月圆人团圆都是，哼。乞丐，哎，OK，中奖了。